刚才，做梦，梦见我们在考试，那个监考老师长相就像我们在那个高中的时候那个女的，英语老师那个长相的，然后呢，考试前呢聊天，还没开始的时候，聊天。聊天的时候好像还挺轻松的，想想那个曾经都是，考试的时候，考第一啊，考过好几次，像无所得很，然后呢，老师呢把那个考本子拿下来，放在桌上叫我们不要看。就是考试的时候呢，是一本本子，就像一本作业本一样的，就放在那边，有的字的好像是印刷好的字在那边，有时候偷偷的看一眼，想翻开看一眼，人家说不能翻开看，到时间还没到，然后呢，后来终于到了考试时间，那老师好像对我挺关心的，通过聊聊天之类，意思好像。没事没事的啊，考试应该不难什么之类的。后来真的开始考了以后，我还发现不对劲，那上面写的字，手写的铅笔字写的，铅笔字写的那个，写的字好像是书上抄下来的，抄下来的，抄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同书上的哪一页有关系。本来考试嘛，就直接就考试，不会。同原来的书上有关，第几页，后来发现那个很难理解他写的什么，要同原来的书上有什么关系，然后呢，关键我同桌考试的同桌的那个一个女生，她挤过来，就四分之三的课都被她挤掉了，我只剩了四分之一，我就把她推过去，她又挤过来，然后我又推过去。他又挤过来，那我就注意力就是不在考试上那种，总是挤过来，不对，挤过来也不对啊。我们考卷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的口题目都不一样的，都手写的，好像老师抄的，他也没办法抄我的作业。关键，再一想不对呀，我自己一道题都没答呢，还没答成呢，他总是挤过来，挤得我很恼火。好像总是在影响到我的考试，不过呢，考试之前的时候还挺轻松的，说那个回忆曾经的回忆，回忆曾经什么时候考试的时候，几门都得进，好像不怕的样子嘛。最后真的考试的时候，那题目都没看得懂啊，手写的铅笔写的。再仔细看看的话，那个字也不对的，字也不认识的，越来越不对的，越来越不对的。后来终于急得醒了急得醒了，现在我们关注那个黄海那边，起那个核物质飞机在起核物质到底起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到底起得怎么样了？昨天呢？前天呢？再往前推的时候呢，那个地方产量很高，就出来了很多，现在已经进入了那个考试阶段，就像一个学期啊，一个学期我们都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期末考试，现在是期末考试阶段了，也就是已经没有多少核物质挖不了多少了，核物质挖不了多少，基本上这个任务要完成了，核物质挖不了多少，处于期末考试阶段了。已经到了期末考试阶段，考试阶段也就挖的差不多了，意思挖的差不多了。这呢，我们怎么讲呢？应该来说是，一个呢是规划，就是未来想做什么事我们梦中，或者我们临盆见到的一种是规划，另外一种呢，计划。规划计划就是准备要做，还没开始做或者正在做，
这个做的过程呢，应该比较长啊，应该来说，但是呢，我们这边提前结束了，提前就是什么？因为规划，或者总结啊，提前结束，他实际上还在做，但我们这边临牌是先接受了，就是他的受益工资的先接受，而时间好像不是一个对应的，有点个时间差在那边了，因为这么大规模的，不会这么快就搞完了啊，应该是，提前这个事情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啊，一个时间差，有个时间差在，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在进行着，要么还在进行着，要么还没开始啊。我这边临牌是接受了要，我估计他的任务那个契合应该没那么快结束啊，这是我想的啊，我想这梦里边这个梦反映的是接受了期末考试了，但实际情况我估计我猜呀没那么快到了考期末考试阶段啊。要表达的这个啊，好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